警察一到就听到叫骂声。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这个他等一下回去。你们帮我打架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遇到抓什么抓啊？穿洋装的女子一直骂脏话，还作势往前冲，远景赶紧拉住她。你这个是公共场所，不要口述会议，好不好？心平气和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派出所？你们虽然是纠纷啊，我们要处理啊。场面不受控，她不愿配合，也不提供身份证，警方依职权带回派出所。而她现在出面指控执法过程有问题，不断的对我咆哮，然后咆哮还摸，借机去摸我的手。然后摸我的手臂，还摸好几次，把我抓住，让我无法抵抗。然后呢，无法抵抗之后呢，然后还差点摸到我的胸部。他把我推上警车，还顺便摸我的大腿。他日常在网络上争辩时事，有上万粉丝的网红护理师巧巧，日前在芦洲一间娃娃机店跟人发生冲突，他质疑为何不是女警到场，害自己现在都会做噩梦，现在已经提告性骚扰。是他们吗？分局出示女警密录器澄清，当天有一名女警到场，但从监视器可以看到，巧巧拒绝上警车，强力反抗，光靠女警一人也动不了他，男警当然也要出手支援。我们现在带你回去查身份哈，你要。巧巧一度又想下警车，男警用手把她推回去。全程有是由女警陪巧巧坐在后座，不是在警车上摸大腿一说。分局说会依规定受理，将事件交给地检，强调都是正当执法，双方都出示画面，而画面会说话，就看法官怎么定夺。体育新闻蔡明勋、吴玉雅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